天我要开箱给我妈给我买的二手的 iPad。二手的 iPad 没事儿。二手的有什么可开箱的？二手也想开箱，至少是人生第一个平板吧。人生第一个本网打开了啊，看看别又翻车了。你凹住一点。哎呀，考虑了好久，都功课都做好了，要买啥了？说了就 iPad 好用 ，iPad 好好画画是不？怎么说的？有没有保鲜什么的？就这样的呀？这个是个壳膜。啊，壳的，壳的不好看。你看这里还有这个封面，好严实。没有，没有，行。啊，我要再拿出来看一下。这个是平板的主机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壳膜。嗯。这个赠送的吧？然后这个还有耳机和支架。嗯。再看一下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可以了呀，笔不在那里的吗？啊，笔在。笔不在那的吗？嗯。那也切一下。嗯。没有盒子，因为是二手就没有盒子了。二手说这95%成新的。95%成新，我看一下好看吗？还可以，就这上面有点污迹之外，其他的应该没啥。他说还挺新的，看。哇，还不错哎，手感很沉呢，哎，真不错哎。这个，嗯，笔在这里面呢，来，我把这个皮给拆开。这个是个支架，也可以用来放手机。然后这个是耳机，跟你吗？然后跟你这个差不多。哎，行，不错。还有这个笔，这个笔看起来。打开，拿出来吧，打开吧。可以画画。打开吧。嗯，我看一下，笔我看一下。毕竟我要用这个平板来画画的，就要来画画的，不能放网也不能玩。嗯。还看起来挺新挺新呐。是啊。看起来挺新，这个是不能拆的，拆了就不能退换了。嗯。怎么开机的呢？我可不会开机，你开机吧。嗯。我记得呢，好像是个。坐这边，这边太反光了。这个吗？按这个开机键。长按吧，开了没？是这个键。还有别的键盘吗？这边还有。哪个？这个。那就那个。音量键吗？开机。这个应该就是开机键吗？你苹果手机以前苹果手机咋开的？我看。啊。看起来挺新。哎呀，不会开机呀！你按一下音量键，这不是音量键的吧？这是。你啊，咋开机？你按一下长按那个按钮。哎，对，看看行不？高高，土豪！哎呀，土土土鳖，好土啊！那你就摁那个这个啊，这个天哪，这个金色不好看，还有金色好看。不是，哎，苹果，这上面有个苹果的 logo。嗯。不知道是真还假的。看起来应该是真的，没错。哎呀，开机要这么长时间吗？啊，二零一八。哎，看看是真还假的。这上面有一些。看一下设置，设置，哎，设置，对，然后打开看看内存什么的，内存我看一下啊，还看检查什么来的，我看电池，看一下电池，电池，电池是还有多少，怎么检查电池呢？嗯，我看一下电池36%，不知道怎么检查电池，存储。我看存储在哪儿呢？嗯，在下面呢。说没有吧？通用。关于本机，2x6代。嗯。
128G， 可用容量110。啊，那就是除了官方标配的那个软件之外，就没有别的。哦，我看一下，是这就完事了吗？啊，序列号妈妈得查一下序列号，在苹果官网上。啊，算了，不查了。完成 iPad 设置。啊，先别设置了，啊、先看看好不好用，顺不顺滑。啊。打开别的看看。嗯，那我打开一个。哎，这里面除了爱思助手吗？爱思助手就是查这个的。啊、嗯，爱思助手。嗯，买这个苹果手机机芯，买这苹果平板电脑，就因为这个软件，他说就这个软件好使，花花好使。嗯、看看68块钱，那买一个吧，看看看看咋买的，不知道咋买的。啊，要收入电话呀。嗯，你说那个邮箱地址或电话。开始适应一下这个软件好不好用。刚刚购买了这个软件，叫啥名字的？那什么 Poro， 不知道什么软件，挺贵的，一下付费了68块钱。iPad 著名软件。著名软件，画画软件的。嗯，独家的，其他系统根本就没有，只有在苹果上有。咱们也不懂啊，就你懂，我也不懂啊。老师，花花老师说的吗？是不是？哦，老师说的，我也以前也略有耳闻过。啊、嗯，那行，那现在就可以花一会儿，先适应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用？还真不错哎，画像真似的哈、哦，画这个线条像个纸里画似的。嗯，我听说有人买那种类纸膜。这个手感就跟画画一样，到时候我画画挣钱买。嗯，等你画画挣钱买吧，都不知道哪年你才能画画挣钱，就看吧你。先学会习吧，先学会语言，这网络什么也不错，看起来很不错，这程式程式看也可以。同学们。两位学生，我也跟着学。现在不上法寒假吗？正好补一补，自己要补一补。一会给妈拿个笔拿纸啊。现在有个网，小学生网云这个东西挺好，不用去补课了，在家自己学一学。看看，还大冬天的，不想去补课了。你们可以自己不知道一会看看英语怎么样，你的学习成果，英语。然后咱们再一。